过圣都佩里克岛，在一次地壳大震动后，原本深藏在地层深处的火山竟然喷出惊人的岩浆，而这滚烫的熔岩准备吞噬过圣都。富兰克人原本只是在海边呢，欣赏着美女啊，看着美女，结果突然发现呢，这个海洋呢出现了类似像岩浆的颜色，然后呢，这个颜色呢，一下黄色，一下红色，在上面的人呢，居然都一动也不动啊！糟了，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看一下手机啊 ，OK， 手机的简讯呢，市长宣布紧急撤离家园了，远离这个火山爆发啊！那我们赶快离开这里啊！洛圣都市民非常的恐慌啊，大家都逃离这里了。我们必须要找到一台车子，远离这个地方哦。海水会连同这个岩浆淹没这个整个洛圣都哦。必须要找到一台车。哦，这边一堆人在这里都不怕死。哦，那边居然有这个帮派分子打过来了，糟了糟了，我们刚刚必须要离开这里。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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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居然都不怕死啊！岩浆都快来了。试试看，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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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啊！我被攻击了，糟糟糟糟糟糟！别别别别别别！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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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知道逃离不了帮派分子的追击，这么硬啊！剩下一个，躲在哪边？还躲？换弹夹，等一下，射他，射他！好，原来偷车也是一件麻烦的事情啊！这台车居然有上锁啊！好家在，偷车是富兰克林的拿手本事啊！失手啊 ，miss 啊，屌气哦！过了过了过了 ，OK， 快，快快快快快，赶快上车，我们要逃离洛圣都了，前往最高的塔去。哎呦，天哪！先去开去最高的塔。哦吼吼。看到楼梯了，上去躲一下看看。觉得这个岩浆应该是不会到这么高啦。这个海浪跟岩浆的速度呢，远远超乎预期。可以看到这个岩浆已经到达这个大楼下面了。哇，糟了，我们必须要逃离这里啊！印象中这里有一台直升机可以飞离这里，在哪边呢？前面我看到了，大家看一下这里，近距离看一下这岩浆跟海浪，哇，这个是原本那个还在整修的房子，全部被淹没了。离我们的高速公路、停车场。我们之前抢劫的地方全部都被淹没了，我觉得再过不久呢，整个洛圣都呢全部都在这个岩浆底下了。
哇，还有车子在下面开。车子抛锚了哦，走不了，走不了了。可以听到洛圣都市民在海浪下面尖叫的声音。据说呢，我们的高地呢上面有一个临时性的基地哦，在这个 Vanwood 上面哦。那我们先把直升机开过去。我觉得这个岩浆随时会淹没这个我们之前常常去的这个演唱会的场所，还有我们的赌场，都岌岌可危啊。我们先把直升机呢停到我们的这个临时的基地哦，可以看到前面的沙漠地区呢已经被岩浆淹没了。不晓得 Trevor 跟 Michael 他们到底会怎么样，希望他们都没有事啊。那我先进去呢跟我们的这个负责人汇报一下哦。我们这个临时基地呢当然是有军方在驻守在这里啊，那不晓得他们之后会有什么打算啊。我来跟我们的长官汇报一下。来，我先把武器收起来，不好意思，我是富兰克林啊，我要先进去一下，汇报一下我们在这个海滩上面看到的状况。长官就在里面啊，你自己进去啊。好，那我先进去啊。那门给我撞坏了，长官在哪边啊？我刚不小心把那个门撞坏了。啊，你不要吵我啦，等一下我再修。我被狗追了。我不是故意的啦，我刚才只是不小心把门撞坏而已，不要用狗追我啊！不要追，不要追，不要追！我要找长官啊。不是故意撞你，不是故意撞你，别！哦，这是狗也够凶的啊，我直接进去了啊。长官在这里啊，长官，我跟你汇报啊，别没看到我正在打鼓吗？你去旁边坐好好不好？天哪，我这怎么状况？大家都在这边 happy 就对了，完全无视这个灾难的发生啊！我把东西撞倒了。哇，可以看到整个洛圣都呢已经被这个岩浆淹没了。有办法爬出去吗？看起来是爬不出去啊！我们的军方人员呢，不止拿一支火神机枪哦，一次拿两支啊，会不会太扯了？我们这次的敌人是岩浆啊，大大，不是坏人啊。好，我们这次还有这个油桶啊，是不是准备会去迁徒到其他地区呢？好吧，看来我们的洛圣都这一集先到这边好了。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呢，别忘了帮我按个赞，帮我影片累积666个赞。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朋友，赶快订阅我的频道哦。那我希望你会喜欢这一集，我们下次见喽。我是江江，拜拜。
你别笑。设计的多仿，刻意的模仿，只会坏了分身。我出的平常，经营的形象，黑的非常不登。我天赋怎么个定数？记不记录心境，接了 flow， 记住了艺术的清楚的病毒，还记得我跟你差距多。不能半个人称自己战神，位置还没站得稳，被新手 rapper 干的啃住的点，其他都不会输，别人被他玩的真。他先不记得我，先不记住，帮你画三个分。